天呢，教大家用粘土做一只可爱的弥勒币。首先，我们来做马卡龙底座，循环蓝色的粘土搓圆，接着再用压力板压扁，慢慢的调整它的形状，再用工具划出马卡龙的边缘。同样的方式，我们做了两个，再循环白色的粘土做马卡龙的奶油夹心。在慢慢拼合之后呢，这可爱的马卡龙底座就完成了。身体上去，做成一个抱。